会轮流吗？可以跳过阿五的关系。哇哦，可以跳过阿五。这个很红，而且这很红，对不对？上新闻，上新闻，哎，我跟你讲，他今天穿同一条裤子，哇，看到了，来欢迎，真的假的？欢迎小桃子 ，Oh my God， 哇，这是裤子吗？怎么卤味？是哪里买的裤子？你还有这一条吗？你可以，我还有，还有别条，美女，可以转一圈，可以啊，这已经比基尼了，这不像，哇塞，可以玩一下，这个卤味。小桃子，好好美呀！这个卤味店店长造成那个这个社会很大的回响。对，对我真的有吓到。全民吃卤味，但是那只是这样吗？我告诉你，让你们看看照片，请看。好。哎呦！哎呦！可爱嘟嘴哦。这样。来下一张，这是工作。哎呦！啊啊呦！其实给你照，这很清纯的。对啊。对啊。清新脱俗。你这是素颜吗？就是很淡妆，都喜欢化淡妆。皮肤很好哦，对啊，亮。对，哇，好厉害哦！那下一张，啊，这是什么主题？这是主题叫做掉下来，性感的，天上掉下来礼物。哇，对。你现在的工作是？我是有在接那个外拍 model。外拍 model。对。请问你外拍多久？两年。那有没有男朋友？目前单身。单身还好，两年。那你单身多久？单身大概一年多。那请问你拍这个照片，那你有男朋友的话，他会吃醋或者会反对吗？有交过，之前有一个是，我觉得还蛮小气的，就是阳光比较，就是跟他朋友就是出去吃饭，然后就是我可能就是一个弯腰，就是有稍微有一点点那个领口稍微掉点下来，然后就生气，他就气整天。桃园那边领口哇，对我觉得很夸张，然后他就希望就是我可以要穿，他希望我出门都要穿紧紧的密闭式，对，就是包跟肉粽式。是年轻嘛，对，还不懂得分享，他是爱你大方，可是你这卖卤味啊，爆红这成这样哦，我完全吓到，我家人也完全吓到了，对你有什么反应？工作就接不完，就是还有那个什么汉堡店啊，什么便当店啊，然后还有那个什么什么珠宝店啊，手摇杯啊，都说要找我去当手摇杯太需要，手摇杯会手摇杯需要，开始接到这个工作的时候，其实我。很紧张到好几天都睡不着，因为我很怕说万一就是没有到现在没有人怎么办，这不是很烂惨吗？烂惨，对对对。结果到之后就很夸张，就是现场真的，一窝蜂，这人山人海，就对，对对对，就是超乎我想象，我就有点吓到，想说我在做梦吗？隔壁就邻居啊，爸爸带小孩啊，带小孩，对，还有爸爸带小孩，然后抱着他，然后跟我点菜说，哎呦，屁股很翘哦，这样子，而且还跟儿子讲。以后就要学这种，知道吗？对啊，就是还有人说，就是要不要当我媳妇这样子。啊，就是我喜欢你的，就是屁股、蜜桃臀、大臀。哎，你侧面一下，他这个臀就是现在流行的。这个哇，有点肌肉哇，这个很翘，在亚洲这个运动量这个很大。你平常有做运动吗？我有在运动，就是有在游泳，然后不然就是会性感的那个舞蹈。哎，今天就提到这个。来，稍微几个姿势。假设我们都是在买卤味。Music， 来麦克风帮你拿一下。来，我。哇，这个。哇辛苦，可以谢谢卤味。All right， 耶 ！OK 啦，卤味两份，卤味两份。那个小气，就是那两万份吧。有很多酸民都酸我，就是屁股肥、大腿粗。软没有，酸的没有，不会欣赏。他们没有国际观。啊，叫我说你怎么不减肥？因为这个正流行。我跟你讲，如果真的有眼光的老板，一定投资你开卤味店。对呀，大卖。你太卤了。你这样爆红会不会？追求女人变倍增了。最近走在路上，就是看到我人都这样吓到，然后就很多人男生都回头都看我几眼，对，然后看了之后还跟旁边人窃窃私语。有人叫你卤味姐吗？他叫我卤味妹。卤味妹妹妹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叫人家姐。哈哈哈哈哈。法拉利才会叫姐。对啊。那现在那些网络上人啊，就很恶心，有人要包养你。有，就是有人看到说，就是一个月30万。
不行，我只出得起25啦，稍微太高。对，然后还说，哎，那你就是看你这样受寒，就是在卖卤味，就是要不要？就是我真的其实我很想照顾你，就让你就是不要再出来工作，就是让我照顾好吗？哎呦，对，就还有很多种的。那为什么会在贩卖口水？就是有那个粉丝跟我说，可以跟你买口水吗？然后我就什么意思？就呸啊，就呸啊，他买的。对，不是不是。然后我很好奇问他说，那口水是要怎么卖给你？对，他叫我就是装在一瓶那个透明那个小瓶子里面，然后叫我就是吃到你。然后我就说，那你那我跟你讲，这个就有商机了，接了嘛。那我们就加盟你的店。对啊，口水我吐，我也吐一点嘛。对啊，我开2桌嘛，我也。然后有口水都可以加盟。对，然后后来我问他说：“那你要这瓶口水你要干嘛？”他回答我说：“我想要喝。”我说：“喝。”这个就这后面的答案全让我们招架不住，不卖了，不卖了。不卖，刚刚不是出价钱？没关系，算了，没关系啊，我这很珍贵的，我不行，我是燕窝哎，开玩笑。对，我想说喝不是很臭，不是很臭吗？其实说真的，你知道我们圈子里有个鸡排妹。我知道，他也是这样红起来的。如果说你可以照他模式，你对演艺圈也有兴趣，你有机会的。对，真的吗？真的，都条件都在差的。我跟你讲，而且你走国际化，是真的吗？对对对，有那个日本客，还有加拿大的那个的人也过来朝圣，过来我们那个卤味店朝圣。那他们是一进来就这样 ，Oh my God！ 就是这样，下去卤味，狂拍狂拍。是，嗯，你拍刚刚那些照片呢？家里面知道。我妈妈其实是很赞同的，但是我爸爸很反对。就是我爸爸就是之前因为就是我只是拍了一个 bikini 的照片了，他就本来他脸书是有我好友，然后就把我好友删除。哎呦，也不错，你上新闻了，那他怎么爸爸怎么讲？他把新闻台拔掉了。他跟我说，大家都知道你说女儿这种行为穿的那暴露，很丢我的脸。他觉得我很丢他的脸，对，讲丢脸，人家长得好才行啊。时间啊，慢慢让。你说这两个穿成这样去卖卤味，就是被打，对啊，被杀，会倒位，危险。你也不要误会你爸爸，你爸爸真的是纯粹担心你，对，是，但是他不知道怎么表达，他又伤了你，又怕人家伤了你，其实他是不舍得你这样爱女心切，父母都是这样，对，哎，你一个爸爸的身份来讲一下。如果说我女儿去，你可以坐挺一点，这样子卖卤味是不是？对，当然还是会担心嘛，对呀，都讲了，然后对不对？多少客人来这边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异样的眼光。对呀，你会送她去吗？去哪里卖卤？送她去卖，然后再接回来啊，去卖，这才安全啊。什么意思？卖卤味？我建议你啊，旭哥，帮她开个卤味店。对，因为她已经是品牌了，对，在自己家里卖就好了。对呀，要是你爸爸够聪明，就应该这么做，而且每天限量。50个客人，可是他一定不会让我穿这样子。那时候已经不重要了，没有，就做一个橱窗嘛。对，你就在里面，然后接触的是爸爸。哇塞，而且是爸爸穿你这样。喂，多少？你喜欢什么样的？我喜欢就是会照顾我男生，照顾你哦，看护是比较不是看护，就是因为我本身就是比较粗线条。嗯，对，然后比较细心的，好相处。对对对，所以就是照顾你的生活起居了，可以帮我整理房间更好。哦，那你就什么都听他的了？不是，我喜欢他听我的。哦，他帮你整理，他还要听你。你叫他去整理哪里，他就要去。你主外，他主内的意思。就他当然也是也要我自己工作啊，就是说，我喜欢就是因为我比较有自己想法，我想说，我想。去吃什么做什么，然后你现在帮我干嘛这样子？对对对，我控制。其实这种男生的错妹，控制。这种男生花钱是买得到。对，帮佣，你雇一个对就可以了。我干嘛花钱？男佣，你的工作就是听我的这样，不爱你就好了，就爱你的就为你做这种。请坐，谢谢，欢迎。在就不要拍拍照，在家看三立新闻网，隔离就不要拍拍照。想知道疫情最新资讯，就要看三立新闻网。懂了就动作啊！订阅三立新闻网 YouTube 就是这么简单。SETN 三立新闻网最优质的网络新闻媒体。